体育堂落雨，体育堂落雨，冇上堂，冇上堂。哦，体育堂冇。你系小小，今日主你系小号要小号小号你。哦，喺小学里边系。老师叫我上堂。哦，老师叫上堂系，咁今日仲有堂后嘅我一齐上堂，老师讲咩我就跟你一齐读。哦，阿嘉怡，你同我讲老师讲乜？老师讲乜？我同佢一齐讲。同佢一齐讲。哦，系啊，咁老师讲咗啲乜啊？老师有讲咩？小学冇早餐。哦，小学冇早餐啊？咁你喺边度食早餐啊？家里。喺屋企食啊。喺屋企食。系啊，喺屋企食喎，喂好喎、啊，咁样系，喂咁喺屋企食早餐咧，咁你食咩啊？你今朝食唔知食乜哦？系几点食啊？你记唔记得几点食啊？我食嘅系面包。啊，麵包，我食麵包，喂，好好啊，好健康啊，系，幾好，好，系啦，咁啊，咁你係都十點都食東西。哦，食嘢，系啊，系咁樣，系。咁下晝你食咩啊？下晝你食咩啊？小學冇下晝。哦，小學冇下晝，係你翻你幾點放學啊？小后人唔睡觉。哦，冇瞓觉，系啊。咁你几点放学啊？几点放学？幼稚系罚一点多才放学。好，阿嘉怡，你同我讲十一点几先放学。一点放学。哦，一点放学。一点我们还没睡觉，一点我们就吃饭。哦，一点吃饭，系一点吃饭，系。吃完午餐就睡觉啦，吃完午餐都两点半。哦，好，食完阿嘉怡，你讲食完午餐就两点半啦。食完午餐都两点半。食完。食完。系啊，食完午餐就两点半啦。哦，好，好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咁嘉怡，咁听日咧，听日使唔使翻学啊？星期六唔翻学，星期日放假，到星期一放学，星期二放学，哦，星期三放学，星期四放学，星期五放学。哦，听日系星期五有冇翻学啊？星期五放学。翻学，哦，系啦，诶，咁都好啊。星期四有体育堂，有上课堂，有中文堂，有英文堂，中文堂，有数学堂。哦，系哇，犀利啊！讲到好多嘢，有上课堂，有英文堂，啊，犀利啊！好，咁我哋睇住啦吓，嘉怡啊，我哋就真系开始啦吓，好，第一个。书包里面有啲咩咧？咁睇下你记唔记得呢啲系咩啊？嘉怡，我哋都学咗噶啦，你喺学校都会讲到嘅。好，呢个系咩啊？呢、這个呢支系笔，系啦，笔铅笔，我哋叫铅笔。书包里边有笔。系啊，书包里边有咩啊？有铅笔。铅笔。我书包里冇铅笔喎。冇铅笔系啦，但系有铅笔。有铅笔。我唔中意用铅笔。哦，点解你唔中意用铅笔啊？我唔会用原子笔。哦，嘉怡，你同我讲，我唔识用原子笔，我中意用铅笔。好，你中意用铅笔，但系嘉怡你要同我讲，我唔识用原子笔。我唔识用原子笔。系啦，我唔识用原子笔。好，跟住，好啦，第二个系书包里边呢、這个就系原子笔啦。系，咦？咁啊，嘉怡你啱啱话你唔识用原子笔啦。咁你喺学校用唔用原子笔啊？你喺学校用唔用原子笔？到自己上学去，今日系送。
今日系咩啊？今日上书中都用圆珠笔。哦，用圆珠笔啊，好，书用圆珠笔啊，咁样好。咁老师，上小学自己收拾书包，我自己收拾书包，系啊，嗯。自己行装。自己咩啊？自己行装，自己睡啊衣服，自己穿啊自己穿鞋。啊！嘉怡同我讲自己着鞋。啊，中午下了好大的雨，还打雨伞。OK，好啊！嘉怡同我讲两句，第一句系自己着鞋，自己着鞋。好，跟住啦，中午晏昼落好大雨，晏昼落好大雨。好，嘉怡，请讲。晏昼落好大雨，温州落好大雨。系啦，晏昼落好大雨啦，冇错，好啦，啱啦，吓，好得唔得咧？好啦，下一个咯，呢个咧，呢啲系咩啊？呢啲纸，纸，咁你学校有冇啊？你学校有冇啊？我纸，冇纸啊？你学校冇纸，咁你喺边度写嘢啊？你有纸，你个纸上面都有纸。系，我啲纸上面都有字嘅，系咁样。咁老师讲嘢，你使唔使写啊？我幼儿园的纸还收好纸。哦，数学纸啊，数学纸系，哦好。咦，咁老师，数学纸啦，咁系，咁你系，我系 M 班，哦系，好，好，啱啦，系。咁你自己有冇带纸啊？你翻学有冇我带有纸啊？带书，有带钢尺，有带铅笔，哦，有带钢尺，有带擦胶。有带擦胶，有带铅笔，哦，好，系啦，好，咁呢个就系我哋讲，开咗好多嘢咯，带咗呢个咧，呢、這个又冇有书喎，系，阿嘉怡，你今日带咗咩书翻学咧？我的你书带咗包，那小是常识书，我系啊。在手掌上面，你刚要上什么课都带什么书，我们可以把所有书摆修好了，上什么课带什么书。哦，上咩堂带咩书，系啊，带常识书、嗯，英文书、小学书、嗯，中文书。中文书系啊，好，嗯，系啦，喂，好多书吓，OK，叻女啊，夏嘉怡啊，咁啊，睇咗好多书，咁你最中意咩书啊？你最中意系咩书啊？上什么堂带什么书？哦，上咩堂带咩书，系啦，我哋都中意咁样，系好。咦，喂，咁样你系，哦，咁 OK，咁你听日要带咩书啊？你记唔记得听日带咩书啊？听呀，带小学书、小学书、嗯，听日带常识书、数学书，中文书、系啦，英文书。嗯，系啦。哦，哇，好多书喎，系，哇。中文是那上面写着我哎呀，好郁闷。哦，学语文系中文书写住啊，好咁样。咁你知唔知道系好多书啦？咁你而家系今日你用咗咩书啊？你用咗咩书啊？老师上课可以，老师给我发一个读好题。哦，系，好啊。洗头发剂，那里可以做芒果？哦，好，明白，OK，好啦，好，可以做小东西。好啊，细嘅嘢，好喎，咁呢个你有冇啊？我哋见到而家呢一个系笔记簿，笔记簿你有冇啊？我冇笔记簿。冇笔记簿，可能你系小学，所以你唔使啊，中学就一定有。我冇上中学，小学还没上完呢。挺好想玩，我上中学的有圆珠笔，嗯。上大学的有电脑写作业。哦，上大学有电脑，系，诶，冇错啊，犀利啊！你都知道中学、小学、大学啦，好，我嚟，每天快睡觉、快刷牙、刷啊，就，牙等，啊，我都还要跟修好我的老，我的老螺丝。嗯。还要喊给我留的什么作业？
哦，好，问你有咩作业？系啊，但系假如你嘅作业要读好啲喎，作业作。喂老师系同我讲普通话。哦，喂，老师同你讲普通话啊，系，OK，咁边个老师同你讲广东话？仲有一个小朋友也会讲普通话。啊，都系讲普通话啊，系。咁你哋班嘅同学系讲普通话多定系讲广东话多啊？仲有一个普通话小朋友系手嗯，工。哦，系。咁你哋上，你哋知唔知老师讲咩啊？你哋？老师同我讲普通话，我啊知。啊！但系讲广东话，你知唔知仲有一个小朋友，啊？他哦，屋企里冇说粤语的人。哦，冇讲粤语嘅人系，哦，明白明白，好啊，咁唔紧要，慢慢嚟啊，好快就识得嘅，大家都系小朋友啊，好快就可以玩得好开心啊，OK，你识得多唔多朋友啊？你喺学校多唔多朋友啊？我排在第三，我的座位还16号。16号哦，咁你朋友多唔多吓？啊，朋友多吗？很多，有的同学就是好差，有的同学走路回屋企。哦，有啲同学行路翻屋企，唔系走路啊。OK，我行路翻屋企啊。有山猫好车，有路虎好车，我们不坐我。我们坐好车返屋企。哦，你唔搭校车翻屋企啊？好啊，好。我冇好车，哦，你冇校车咁样，咁你系咪行路啊？我唔知道哪要买的。哦，咁你系咪行路翻屋企啊？我喺走路。哦，你行路，好，啱啦，好，咁啊，假如你讲我行路翻屋企，我喺学校返屋企。冇错啦，行路翻屋企，系啦，喂，好啊，犀利啊，呢个有冇啊？呢个擦纸胶你有冇啊？擦纸胶。有颜色包冇？哦，冇顏色筆，唔係鉛，係顏色筆，顏色筆，冇颜色包？係啦，冇顏色筆，係啦，冇顏色筆就擦紙膠啊嚇，我哋有冇筆跑啊？筆跑，我冇跑跑。啊冇跑跑，哦哇，冇跑跑，那个小跑跑收不干净，那个我小唔跑，乾那淨，係。个小跑跑戴帽帽，那个小。那个都在福利大厦，我们给福利大厦，因为我们第一次来，啊！非常冷，还有风头，我顶起的水还淋不了水瓶。好，OK 啊，嘉怡，你而家同我讲一次啊，小跑跑跑唔到，我做完作业，我跟一下，我做完作业，我等不等等爸爸回来，还给我带盒饭。哦，好，OK，OK，好饭一杯的也带有带的也有馒头，有粥，有鸡腿，有白菜。好，哇！啱啱講咗好多嘢喎，係啦，但係啦，阿嘉怡，我而家想你同我講一講，就係有幾個字。啱你講咗好多嘢啦，但係有啲嘢你可以講得更加好嘅，就係咩咧？OK，誒，點解打唔到字啊？得啦，我做完作業，爸爸。好啦，嘉怡同我讲一句，我做完作业，爸爸翻嚟食饭。嘉怡你讲，我做完作业，我做完作业，爸爸翻嚟食饭。爸爸帮你洗饭。好啦，冇错，咁跟住呢句系咩啊？好啦，嘉怡你讲，我食鸡，我食鸡。系啦，唔系知啊，知系普通话。雞係廣東話，就你食雞啱啦，好，你食雞啊吓，好啦，咁你食雞咯，喂，咁你係喂食雞髀啦，好唔好食啊？好唔好食？我唔知道什么系鸡髀，哦，你唔知道啊，係，即係頭先你講嘅，用普通话说，我知道。哦，普通話係支出就係雞髀。我下过鸡髀，哦，你食过鸡髀，系啦，所以记得，
我爷爷做个鸡翅，鸡翅。鸡髀，鸡髀。鸡髀。知啊，唔系啊，呢、這个知出我哋讲鸡翼，鸡翼，鸡翼。我们之前在府里底下，我穿了拖鞋。哦，你咩拖鞋啊？地板喺啡色地。啡色嘅，哦，好好，你着拖鞋，咁就系假如你同我讲啦，你要咁样讲嘅。我同埋平时我屋企你条毛十五度系，好喺我喺我只电视上面。还跳过门头，我留意转手机，我头发不得留意，我好像红伞，一条小胭脂。好，冇错。但系阿嘉怡啦，你而家记得同我讲一样嘢啦吓。啱啱你讲着咗拖鞋，你而家同我讲次，着咗拖鞋。着咗拖鞋。系啦，着咗拖鞋啦，唔好再讲其他啦。我哋系着咗拖鞋嘅，好。哇，咁好嘢喎！你学似乎你喺学校都玩得好开心啊吓，系。好啦，這個呢是木顏色筆啦，木顏色筆有沒有？我沒有。你沒有木顏色筆？哦，是。啊，那包是大顏色筆，老師怪我，都怪我，老師大我，老師大怪我，老師說我幹嘛大顏色筆？哦，老師說你做什麼大顏色筆？是啦，這個。老师吧，蓝色包可以用来画画。我上小学唔可以画画。哦，上小学唔可以画画，所以就冇颜色，唔可以带颜色笔啦。小学冇纸。小学冇纸，冇颜色笔，咁都唔可以画画啦，系。小学冇衣服，小学有口罩。有口罩，阿嘉怡讲口罩。口罩得。没上小学带什么袋？我带水装，带书包，穿校服。穿校服，嘉怡你讲穿校服。穿白袜子，今日穿有我有白色的校服，有粉色的足球服，有穿白色，白色还校服，粉色还足球服，穿白色小校服，穿皮鞋，穿白袜子。女生有领带，男生的白校服，男生白校服，黑短裤，男生冇领带，男生有皮鞋，老师男生也有白袜子，有黑皮鞋。好，阿嘉怡啊，啱啱你讲咗好多喎，非常好，但系你嘅白校服有腰带，系白色。OK， 好，大家如你而家同我讲，你有几个字读错咗，小心啲啊吓！你读得好咧，你嘅同学都会开心，你嘅老师都会开心。第一个系着校服，着校服。我讲普通话。啊，我知道系啦，咁但系好啦，但系你粤语听懂一步。哦，听到少少系咪 ？OK， 好。嗱，但系有几个字读错咗，啱啱你而家再跟我读一次啊，着校服。着校服，着校服，穿校服，着白袜，穿白袜，着皮鞋，着皮鞋，皮鞋，皮鞋，好，男仔啊，唔好讲男生啊，男仔冇打呔，男仔冇呔，女生有腰带，好 ，OK， 阿嘉怡你讲女仔有腰带。女仔有腰带，女仔有腰带，男仔冇呔，女仔有腰带，系啦，系有，系啦，冇错，好，好，咁你要记得呢啲字啦吓，好，冇错，咁就木颜色笔啦，咁跟住落去啦，第十个系笔盒喎，咦，咁你有冇笔盒啊？我冇呢个，你冇呢个啊？哦，咁你啲笔放喺边啊？你嘅笔放喺边啊？我唔知道什么系笔房。哦，你冇笔盒咁，咁你啲笔放喺书包定系放喺边度啊？笔口我普通话我中普通话我懂，粤语我唔懂。哦，你唔识。哦，笔盒，普通话都系啊，普通话一样噶，啊笔盒啊一样噶，普通话系呢、這个。好，
啊，呢、這个，哇，咁你冇就算啦，冇就冇得讲。呢 个系咩啊？呢个系咩啊？间我有尺个系啊，哦，你有间尺系啊，你有搭间尺，几长啊？可唔可以同我讲几长啊？尺，小学冇递钢尺，我、哦、小学冇带间尺咁样，老师有冇间尺啊？老师，老师冇钢尺。老师都冇间尺啊？哦，吓、啊，系 OK，可能因为你系小学一年班啊，因为你系一年班到啊。时候要上点？要到上点？要上点柠檬？到上点？到烧？到烧死？烧死冇？哦，系，哎呀！我带咗面包，我刚刚又我带面，我带面包翻小学。我哋带面包翻小学咁样系，你同学有冇带面包啊？我同学想带什么就带什么。想啊，其他嚟讲，想带咩就带咩，想带咩就带咩，想带咩都带咩。系啦，好。想带什？好，想带咩就带咩啦。哦，好喎。咁你同学带咗咩啊？你啲同学，你啲朋友带咗咩啊？我同学带手册。带手册啊，哦，手册系一定要啦，手册好好重要嘅嘢。好，咁你有冇带手册？我有带手册，哦，我爸爸昨天嗯。天给上昨天我爸爸昨天跟我讲，我说手册得吗？我爸爸说手册每天都得带，手册每天都得带。哦，手册每日都啊，假如你讲啦，手册每日都要带。手册每日都要带，好，你讲一次，每日都要带。每日都要带。冇错啦，系。OK，好，啱啦，好。OK，咁我哋讲手册每日都要带，好啦，咁我哋睇下下一个啦。咁啊，嗱，阿假如你知唔知道咧？呢个系手册每日都要带啦。咁下边呢一个系咩嚟噶？下边呢一个，呢个系咩啊？呢个系胶剪，胶剪。上小学我唔用胶剪。哦，嗱，假如你同我读小学，读小学唔使教剪，读小学唔使教剪，冇洗钢剪。冇错，读小学唔使教剪嘅喎，吓、啊、呢、这个系你要记得啦吓。咁、啊、读小学咧就唔使教剪嘅，吓、啊、咁读中学使唔使教剪啊？中学使唔使教剪？你说老师上，老师让老师同我上课都那样做。哦，系啦，咁就系、是、呢、这个系就叫教剪啊，我哋系。好，咁我哋睇下下一个啦吓。下一个咧，我哋系呢个嗱，下一个啦，交剪之后下一个第13个系呢、这个，呢、这个系咩？记唔记得啊？阿嘉怡，我唔知呢个系咩。呢、这个咧系你而家唔使用嘅，呢、这个叫做荧光笔，系、啊、荧光笔，荧光笔，冇错啦。那时候我没有荧光笔，我唔知道什么系荧光笔，普通话我还是国产机。哦，啊，普通话。系咪荧光笔咧？唔系好肯定啊，普通话系。我爷爷唔中意我爷爷，我们家里冇屋，我们家里冇说粤语的人。哦。我们在家有都说普通话，我也说普通话，普通话。好，等下先啊，嘉怡有讲啦。我妈妈手机响了，我同妈妈接电话。好，嘉怡，你同我讲啦。你讲我哋喺屋企，我哋喺屋企，我哋喺屋企，都讲普通话。都讲普通话。系啦，你要讲都讲普通话嘅。我哋喺屋企都讲普通话。我哋都讲普通话。我爸爸唔我爸我爸爸唔中我爸爸唔会粤语，唔我识。妈妈唔会粤语，我细佬唔会粤语。系我啦，爷爷唔会粤语，我妈妈唔会粤语，大家都唔会粤语。大家都唔识粤语。阿嘉怡讲，大家都唔识粤语。大家都唔识粤语，都我识粤语。系啦，哦，咁佢哋都唔识讲吓，系啦，咁跟住就刚有同爷爷讲，我读一年级了，我爷爷就咁好。哦，系啦，好，咁你系啦，咁慢慢嚟啦，啲慢慢就会明噶啦吓，好。咁下一个啦，呢、这个系呢、这个系涂改液，你应该都唔知系乜涂改液。
知道什么涂紧嘢。哦，你唔知咩涂改嘢，系啦，涂改咧就系、是、你知你有冇用过原子笔啊？原子笔。我冇用过原子笔。哦，你冇用过原子笔哦，哦，咁样啦、啊、吓。咦，咁你冇用过原子？粤语有点听唔懂。哦，冇用过，有啲听唔明，唔紧要，好快你就听得明啦，好快就听得明，系啦，好，真系好快噶啦，唔使惊啊呢、這个。好，下一个系呢个啦。嗱，啲我哋讲错，我哋书包有乜？我哋去到下一个啦。都文明嘅，香港都上年人唔识普通话。哎呀，叻女啦，识即系识得讲唔识呢个字啊，都上年都唔识普通话系啦，系啦。咁你而家识唔识啊？你而家你学校嘅老师识唔识普通话？我老师俾咗粤语，我老师也俾咗讲普通话，我老师仲讲普通话。哦，你老师同你都识讲普通话嘅系，嗯，系啦 ，OK， 咦，好好、啊、喎，好啦，咁我睇下啦。呢啲我哋讲咗笔啊，诶，呢个系咩啊？呢个？呢个系电脑。呢个系电脑啦，冇错啦吓。呢、这个又系咩啊？呢个个笔记簿啦，颜色笔啦，呢、这个系擦纸胶。呢、这个系咩？我系唔懂你上面嘅汉字。哦，你睇唔明啊吓？哦，睇唔明汉字，学校嘅汉字睇唔睇得明啊？学校嘅屏幕定格一点。哦，唔太细啊，系咪？唔紧要，呢、这个我哋呢、这个系咩咁？我系唔到。你看不到啊，太小了，是。哦，不然一会就可以很。屏幕太小了，都还有一点点。哦，太小，那我放大一点给你看咯，好，这个。看到要看到啊。可以，当然行了，没问题，这个见不见到啊？那这个是什么啊，这个？是椅子。这个是，啊，都是的，这个我们叫柜桶，啊，或者叫书台。系啦，呢个系书台，你记得啦吓。咁下一个啦，呢个系咩？你知唔知啊？呢个书包。书包系啦。呢个系书包。呢个系间尺，系。系啦，好。呢个系咩啊？铰剪啦，呢个唔使讲。呢个咧？呢个叫咩啊？我唔知呢个系咩。你唔知呢個係咩？呢個係 projector。projector 係咩 ？projector 即係你學校今日老師上堂有冇用電腦啊？有冇用電腦啊？星期二用過電腦。係啦，用電腦咧，咁佢你睇唔睇到佢個電腦啊？你睇唔睇到電腦啊？我小學電腦字都係你上面咧有字幕。我有字幕，係電腦上面有字幕，係啦係啦，好。喂，咁喺電腦上邊你見到啦，咁樣。我上面如係有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。哦，係啦，咁你喺上面見到咯喎，咁你就知道點解你會見到電腦咧？因為有呢個 projector 幫你，有 projector 你就可以見到電腦啦。係啊。我在五樓翻，我在五樓上小後。嗯。哦，係啦，呢、這個就係、是、咁，但係你知道呢個係 projector， 咁就 OK 啦。呢、這個 projector 好啦，呢、這個筆袋唔使講啦，因為講咗好。呢、這個鉛筆係呢、這個嘢係咩啊？呢個係咩啊？呢個黑板蘋果。黑板冇錯啦，有蘋果喺下邊喎，叻女黑板啊！下次會請你講下黑板下邊有咩，跟住你同我。系啦，一小学你唔可以食苹果。小学唔可以食苹果吓？点解小学唔可以食苹果啊？知唔知点解？因为小学食苹果系可以抵，系可以唔可以抵到？哦，唔可以食嘅咁样系。喂，好喎、啊，這个都系，呢、這个唔记得每间学校有唔同嘅规矩嘅，系咁，所以你记得要守翻学校嘅规矩。每次我会摘白菜，我会摘白菜。你去咩啊？我会摘白菜。
哦，好好好，好啦，好啦，咁下一个咯喎。每次我同妈妈要抢着拔菜。哦，系啦，好，咁我哋睇下一个啊，下一个系咩嚟噶？呢个系咩嚟噶？系咩？系家具。呢个咧系我哋讲圆规，上次有讲过圆规，圆圆规，规。呢个系圆规，我记得啦，好，圆规呢个，我上班系咪可以得圆规？因为尖啊嘛，有危险啊，而家你唔可以用，但系你五年班。6年班你就可以用下，5年班、6年班你可以用嘅，你可以用圆规嘅。好啦，好，跟住啦，下一个啦，下一个呢个系咩啊？呢个粉红色嘅系咩啊？系计算机，计数机啊，嘉怡同我计数机，计算机可以用嚟计做咩？数计数机可以用嚟计数啊，系。咁所以啦，你而家咧就唔可以用计数机，但系你去到5年班咧，咁你可能用计数机啦吓。6年班又可以用计数机啦吓，好好，所以你就要俾心机读书，啊，俾心机读书，读书好，成绩好，去到5年班，去到6年班，啊，6年班，咁你就可但系以冇呢个，咩啊？冇呢个粉红色的。哦，冇呢个粉红色嘅，系，咁通常我哋用黑色嘅，我哋好少粉红色嘅，系。都每一次，我现在都中意黑我的牙齿，我牙齿掉了一个，我肺都有福，这个牙齿也快掉啦。牙齒都會跌落嚟啦，咁樣係，我的生日快到啦。哦，你生日就快到，好啦，哎，係啦，喺12月29号，10月29號係，好好，12月29号，就系我的生日。好啦，咁我哋睇最後一個係咩啊？我哋呢個係咩嚟㗎？呢、這個今日嘅最後一個係呢、這個係煲水。呢、這個係有兩個名，佢有兩個名嚇、啊，有兩個名字。有两个名字啊，记得有两个名嘅，浆糊笔胶水，我哋读啊，浆糊笔胶胶水水。两个都 OK，浆糊笔同胶水都 OK 嘅系。好啦，呢、这个就我哋今日所讲嘅嘢啦。咁我哋今日咧冇问题，我哋假如就星期呢、这个系笔啦，冇错，系好好啊，呢、这个笔。呢个系铅笔。呢 个诶啊，其实都 OK 嘅。你呢幅图片佢睇唔清楚，可以系铅笔。誒應該咁講，唔可以係鉛筆，但係可以係鉛芯筆，鉛芯筆就 OK 啊！呢、这個係铅笔系咩？帮佢呢个边个嘅系铅笔？鉛芯筆係咩啊？下次我同你講啊，下次我同你講呢、这個，下次一定同你講鉛芯筆係乜，係啊。好，咁我哋今日咧去到最後一個，呢、这個係釘書機啦，啊，釘書機，啱嚇。呢度仲好，哎，呢度讲唔晒添，呢度下次再讲啦，下次好，我哋去到呢度啦吓，咁啊，嘉怡，我哋星期六再见，星期六再见，星期六再见。好啦，拜拜，加油啦吓，努力上堂，努力上堂，加油，好，拜拜，拜，拜。